都穿黑色。哦，真的？对，你说我们的意念成黑。你会跟大家来聊聊吧，就是说写诗，然后呢又是作曲，把诗跟乐结合在一起，你觉得这样的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心得？是我的写诗跟音乐结合在一起。其实我从小很幸运，我的生活一直都跟音乐有关系。那我进了大学的时候开始进去唱片公司帮艺人写歌词、唱和声，所以我比一般做音乐的人都再更幸运一点，就是我可以一直做着我本来心里的梦想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其实那对我来说其实就是我的生活日常。所以通常都是先有诗还是先有音乐呢？很多时候它是会一起出来的，就是你会先想到一个旋律，或者是你想到一排字的时候，那个字哒哒哒哒这样出来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对着那个字数，你的音符也就会跑出来。所以我刚才的天啊黑啊心情好啊，我也可以放一个音乐上去。可以。天啊黑啊心情好啊，哇，天啊黑啊心情好啊。我这样也可以唱歌吗？可以啊，还不错。现在是明年就等你惩罚，你要带乌克丽丽自弹自唱。对，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不从事主持工作，我也想要成为一名歌手。哎，怎么又安静了？人生是需要鼓励的，来点鼓励吧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我今天带来的器材就是后来不晓得为什么有点问题，所以现在就没有办法使用我的器材，所以我就只好用唱，对，只好用我的原来的麦克风唱了。我还是有带我的 keyboard 手。好啊，真的太符合我们今天音乐会的即兴爵士的感觉了。人生呢，就是会出现很多的即兴的状况。等一下，第一首就会唱我刚才的创作吗？你今天也即兴太多了吧？好的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理慧。Okay, 再一次掌声吗？没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先带来我回路世纪里面的第一首单曲，叫做人言可畏。好，期待很久，掌声欢迎林理慧。快爱上他，我猜你已经快爱上他。
keyboard 手叶振廷。穿过对街，把那盏灯熄灭，试图将毁灭在中间，猜你已经快要爱上他，猜你已经快要爱上他，猜你已经快要爱上他。是我诗集的单曲，叫做《人言可畏》。然后呢，这首诗呢也有在我的诗集里面。我的诗呢，其实现在在各大通路都可以买得到，就是博客来啦，然后诚品啊、金石堂都可以买到。然后博客来现在79折。好，今天非常可惜的是，因为我其实带了我的效果器，然后就会有在表演的时候，如果加了我的效果器，就会有更多戏剧性的声音。可是现在就是因为不堪用了，现在没办法用，所以我决定要换歌。现在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耳熟能详的爵士标准曲《All of Me》。
第四首单曲叫做《预言》，也送给我的爸爸。
谢，我是林李慧。谢谢，谢谢李慧，哇哦，谢谢林。